记者曾德荣台北报道。46岁香港玉女掌门人朱茵曾饰演包括黄蓉、紫霞仙子等经典角色，即使结婚生子多年，仍是网友心目中的一代女神。不过近日网络却疯传她一组看来微妙的照片，女神身材似乎出现崩坏倾向。朱茵两个月前曾走电影节红毯，当时她穿着白色紧身礼服，看台在微博 Blue 出的照片，虽然只有背影，也算是颇为优雅。不过网传的这组正面照片，朱茵脸蛋一如以往，甜美依旧，身材比例却极为离奇。婚前低奶，生子后还一度胀奶便植入了她，胸部以一种不知道该形容为塌陷，还是挺立的怪奶姿态，世人阅奶无数的网友们纷纷表示，胸前怪怪的，胸垫放太多吗？好怕胸掉下来。还有人惊讶地说，可以当桌子了。朱茵哟的怪奶时隔两个月突被疯传。翻摄自微博，朱茵中的怪奶时隔两个月突被疯传。翻摄自微博，朱茵的怪奶时隔两个月突被疯传。不过她在自己微博 Blue 的照片却是背影照。翻摄自微博。